个兄弟俩，我们请这两位兄弟俩来到这边来，创康和创亮。这些小朋友呢，学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他们演的真是有模有样的。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阳谷，中文名字叫顾创亮。我叫第一个是谷，中文名字叫顾创康。你们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九岁。我今年十一岁。九岁、十一岁啊！你这听说你们会很多种乐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除了会吹笛子、葫芦丝、弹钢琴、打鼓，我还会拉大提琴。我除了会吹笛子、葫芦丝和打鼓，我还会弹钢琴、吹长笛和 recorder。哇，你们这时间全部在学乐器了，是不是？从几岁开始学的？我想不起来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，是不对？四岁了。我六岁开始弹钢琴。在 Western Regional California State 的钢琴比赛中，我得了 Grand Champion。第一名，哥哥得了第一名，你得了 Grand Champion 啊！哇，你们真的是很棒很棒啊！那你们什么时候跟丁老师开始学的呢？我九岁开始的，已经有两年了。我七岁开始，有一次我爸妈去中国九寨沟旅游，看见在卖布鲁斯，而且吹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，就买了两个回来。准备教我们吹，但是怎么也吹不成调。后来发现丁老师在教葫芦丝，我们就跟他学了。丁老师看见我爸妈买的那两葫芦丝，说是玩具，不是乐器。所以你现在拿的就是真正的乐器在这边学了。你们会这么多种乐器，最喜欢是哪一种？我都喜欢。我也是。你们这俩兄弟俩真不简单。你的父母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，我们给他们父母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很棒，你们俩也非常棒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个兄弟俩和他们的这个 team 一起演奏的加沃特舞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